20大咧，好清晰咧，係俾咗一啲新理念、新轉略，同埋一啲新思維，好啟發性嘅。特別咧係講清楚我哋全面去建設現代化中國強國新征程，而且香港咧喺呢一個關鍵時刻咧，亦都係由亂到治，走向由自及興嘅新階段。香港咧各界咧亦都要有勇於奮鬥嘅新作為。 呢個係我哋一個啟發嘅。第二個咧，我非常感謝二十大裏邊咧，對於一個兩制係有好豐富嘅、好精辟嘅論述。特別咧提及咧，我哋喺一個兩制之下係要發揮好我哋香港嘅獨特固有優勢，去改善經濟、發展民生，保持我哋嘅長期繁榮穩定。 再者咧，就係利用好我哋嘅，譬如八大中心嘅定位嚟到推進。所以咧，其實係二十大俾咗我一個喺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發展嘅藍圖同埋嗰個指南。